您昨天在这个网络媒体的专访的时候喊话说支持者不要再攻击柯文哲，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哦，是因为看到基层对民众党不友善吗？不过其实党内也有议员认为说，其实民众党对国民党也不是很友善。那这个是主事者要去控制的、哦。我想提醒一下，2004年国民党、亲民党合作，请问国民党的人有去攻击宋楚瑜吗？今天既然朱立伦跟柯文哲已经坐下来谈了两党共同政策愿景，国民党应该去约束自己的人，不能去攻击柯文哲，民众党也要约束自己的支持者，不要来攻击侯友宜或者是朱立伦，这个不是两党应该合作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一个礼节吗？如果当时连战跟宋楚瑜先生没有去这个合作的话，国民党在2004年哪能够跟亲民党组成立法院过半呢？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如果这一次蓝白不合，我们在立法院的席次也会非常危险。柯文哲他其实有喊话马前总统可以来当这个见证人，那会来跟他转达。我们刚刚看到了柯主席有这样的建议，那我想哦，如果朱立伦主席也同意的话，那我们基于要促成蓝白合，下架民进党哦，我想马前总统愿意来配合两位。昨天好像传出说朱立伦主席已经答应马英九要来采全民调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有知道这样的消息吗？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真的剩下不多了，最后还是要做个决策。今天是因为台湾有超过60%的民意期望政党轮替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蓝白合的这个问题，不然的话理论上选举是每个政党各自去努力就好，因为每个政党都有它的主体性嘛。那其实我倒觉得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各个层面的合作，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在半年以前，我们就开始提出联合政府的概念。因为我也认为下一届的国会三党不过半的机会很高了，所以我们要应应这种。将来如果台湾有一天会脱离这种蓝绿哦两极对抗的这种局面的时候，整个政府的运作模式要有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当时在半年前，我们就开始提出联合政府的概念。那么，所以为什么这一连串的铺排呢？其实我们在联合政府相关的合作上面，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吧，大家都有共识。那今天只差在一个总统这个选举的这种候选人的组合问题。那以台湾民众党的立场是，如果要合作，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赢得选举，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而不是，但是我有时候看起来像国民党，他的战略目标是赢得初选嘛，但是没有去管后面的这种总统大选嘛，哦，成败如何？那我相信，当马前总统的哦，甚至到一些哦韩国瑜市长的，甚至其他一些国民党的大佬，他们也看清楚说，赢得大选才是最重要，所以才会做一些呼吁嘛。那我也觉得这样的哦。台湾民众党或是柯文哲都主张公开透明的，那以前几次那个会面你知道哦，都曝光嘛，对不对？那、啊、这对我们一向主张公开透明变成是一种伤害，觉得我们讲好嘛，这样在搞密室政治啊，混账政治。所以下一次如果跟朱立伦主席再见面哦，我也希望就是公开透明，让媒体都知道。啊，当然我们也会偶尔邀请这个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呢、啊，这样会让整个这种会议的过程当中哦，比较具有公信力。不过距离就是登记日只剩没几天，那这样子会有决定说有确定说大概哪一天会来再跟朱主席或是来找这个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来会面吗？因为我们罗翔是这样的，媒体都在这里嘛，这个大概这个5秒以后就错过 SNG 就出去了，全天下都知道，而且这个是大家现在很热切关心的题目了。我也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不能再多了，大概这个就是这一两天内要把它解决掉。马英九现在有喊话嘛，然后还昨天还在强调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德国模式，怎么看说现在国民党自己内部好像就有一张分裂的状况？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了，会有各种声音嘛，但是还是一样，有一句话，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哈真正有内心的话。在民意之前，我们还是要觉得谦卑的，哦，应该要谦卑的。所以，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哪一种主张是最符合当时人民的想法，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只是想要请问，马英九表态要挺全民调，韩国瑜跟进支持，是不是如果双方都愿意以全民调方式整合的话，就可以立即恢复政党协商？这个可以理解，马英九前总统哦，他对台湾的关心嘛。
我想他的逻辑应该也是说，如何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找出最强的竞选组合嘛，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呼吁，希望透过这个机制可以找出胜选几率最高的组合。所以，我双方的幕僚应该会开始作业。不过，因为在全民调的定义上，国民党中央这边仍然是坚持要纳入这个政党支持度的德国制全民调，似乎跟马英九、韩国瑜是不同调。那如果是德国制全民调的话，主席这边是能接受讨论的？这个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之前国民党已经提出来很多次了嘛。不过老实讲哦，在目前台湾的政坛上也没有用过这个制度的，至少在这20年来，应该还是就照马总统的呼吁去做是比较快的。那怎么看说这个谢荣介说国民党只会等到19号？那主席这边有期限吗？那因为20号就登记了，你看怎么拖也不肯，也没办法拖过19号吧？那想要再请问一下蓝白合近期的整合状况，因为小鸡好像都还蛮焦虑的。离选举还有60天呢，不要紧张啊。所以还是有机会。好，还没事。我好好下课。好，谢谢，谢谢，谢谢。因为现在蓝白哦，这个争议卡关了，那怎么看？马总好像觉得说应该继续全民调讨论。有60%的民意希望能够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那马前总统也忧心如焚。最近有一位蓝营重量级的大佬来看马总统，建议有一个方案，就是既然赖萧配已经呼之欲出。那是不是就用侯科配与柯侯配这两组的组合来和赖萧配做对比式的民调，哪一组胜出我们蓝白就全力支持这一组。那因为是全民调的方式是行之有年，也是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的民主选举都采用的方式，这么短的时间内也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那我们对侯市长有绝对的信心，我们认为在国民党权力的团结，大家一定可以让侯市长变成这个总统候选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开大门走大路，才能够取信于中间选民，说服社会大众来支持国民党。